我们今天其实来到现场，就把无限制服，就是这个真实的案例、真实的 case 产出，然后我们把制服穿到现场这样。然后我们身上这个等于是基底的部分，就是叫什么？做自自己群衫。然后所谓群衫，其实它就是结合了衬衫跟裙子，然后它整件就是可以拆解的。比如说这个长袖、短袖，它可以袖子这边是可以拆解变成短袖，它也可以是我把我这个斗篷脱下来，它也可以是短版的衬衫。然后呢，那我下面把它。连这个变成是 A 像 A 字裙的长版衬衫，然后同样这一段也可以接成像也他可以们这样接成子百褶裙，百所褶裙以可的以衬衫。有长短版，然后有裙版，有衬衫版，有长袖版、短袖版，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穿自己喜欢的样子。对，然后那像还有一些这个松紧拉绳，然后你就可以选择你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腰身这样，然后你看。然后我今天搭的这个是一个连帽的斗篷，就是它有我们其实是全套的概念的设计款，那这个是没有，这个就没有量产。然后他们身上穿的，等下让他们介绍一下，这个就是应该是梦幻艺品这两件，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件是同款穿西装，然后因为我们的膝外其实男生女生也没有去做版型的变化，就是大家都可以穿。然后你想要宽松一点，然后你想要有腰身的话，这里也都有，就是松紧带可以变换。所以其实一整套就不像以前在学校制服，我要勾男生款、女生款，现在就是大家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一样不代表每个人都是一模一样，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同样的状态里面去找自己最喜欢的形状。然后这件是旧世代针织背心，它其实虽然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的针织背心，但其实是男生跟女生都可以接受的格子的款式。然后它这个格子的设计也是当初就是有点模拟学生里面的格子型的作业服，所以才会设计成这样子的形状。所以，我们整个行路其实也是设计成学生很熟悉的作业本，然后啊，在这里面其实藏了很多心情跟很多不一样的内容。像除了这个中文的这个，这件衣服的名字做自己裙衫，然后我们在英文的那个命名上，其实都有一些造字啊，有一些趣味是，像这个叫这个做自己裙衫叫 shirt skirt，然后就是结合那个 shirt 跟 skirt，然后它跟那件膝外。西外叫scooser，对啊，好，但凡里面有一些这种造字，然后那个西外是那个，因为我们跟 Vogue 当时有合作嘛，然后是 Vogue 总编辑孙怡最爱的款式，一直在问说会不会生产那一件，会不会生产那一件，不过还没有生产到那一件，对啊，然后刚刚有在问到说，就整件这个无限制服，这个 uniform 无限制服，这个project 的缘起这样。那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案子是，坦白讲是被一群学生启发的。然后呢，就是板桥中学的学生，然后他们在2018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很勇敢的事情，就是他们做了一个活动叫群聚效应。然后那个群聚效应其实是他们是说为了纪念那个叶永志同学，然后呢，那他们在他们的校庆呢，就是全校的学生，就主要是男生，然后都可以，包括老师哦，他都可以穿裙子去学校，然后他们叫群聚效应。然后这件事情引发了不管在台湾，然后在国际非常多的媒体的报道，当然也有一些比较传统或保守的人，可能会对这件事有一些意见，可是学校。包括板中的学生会跟校方，跟这些学生都非常大胆的，而且勇敢的做这件事情。那后来我们看到这个他们的这一个表态，而且我看到的方式还是因为是我在regional 的，就是澳美亚太区的 CCO，我的老板，他在就 Ray Collins，然后他在国外的媒体看到。然后他分享给我说：“你们台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然后那我们就在一起在想说，我们可不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去帮助这些学生，让这个态度跟价值观其实可以被更多人看见。那也就是透过广告公司，
创意的力量，然后再结合像那个 Angus 将加入我们一起，就是说创意跟设计的这种创造力，然后把这一件这个原本的这个勇敢的表态，让它变得更轻盈、更活泼、更有生命力，这样。然后所以当时我们包括瑞亚跟志德在内，我们整个澳美的我们有一个团队叫三一团队，澳美的三一 team。三一 team 就是顾名思义的，它就是不满31岁的所有创意部年轻的同仁，然后我们会一起加入这个 team， 然后我们会找一些 project 作为标的，然后来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把创意的力量运用在这边。然后所以三一 team 的同学们，我们就大家来想 idea， 然后那香港的 office 也有人加入我们，然后一起共创。那后来就是无限制服这个 idea 跑出来，就是说从群聚效益到说会不会可以世界上有一套制服，它是真的没有性别的限制。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讲校园性别平权，校园性别平权，可是到最后的最后，就是你原来你每天穿的制服其实对性别都是一种限制，它都是一种刻板，就是男生一定要穿裤子，女生一定要穿裙子等等的这种限制。那有没有可能有一套制服它是可以跨越这个限制，让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或是你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性别，然后你可以选择，然后或是搭配出你自己想要的样子，有没有可能有一套这样的制服？那这个概念形成之后，我们就找了一些设计师洽谈合作的可能，那其中就是那个 Angus 江，就是完全的就是非常非常 exciting 这个 idea， 而且他非常非常想要在里面参与跟贡献，所以他后来就是他等于是他主动回复我们，然后他说我要做，他就跟我们一起，然后完全无偿的，然后参与了这个 project，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做出来的东西拿去板中提案，然后跟板中的校长，然后他们的学生会。而且是学生会的学生哦，我们把他们当成我们的客户，然后去跟他们提案，然后取得了这个合作的这个共识之后，然后就开始做打板啊设计。那本来他是要在板中的就是隔年的校庆，希望可以在板中的校庆发表，但是因为遇到那个 COVID-19 的疫情。所以那个校庆就是等于是去年2020年的校庆，然后那个校庆他们取消了。那结果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他往后延，可是我觉得他找到了一个更好的舞台，或者是在2020的10月份的那个台北国际时装周，然后在时装周，然后因为 Vogue 的加入，然后我们在时装周可以有一个机会，就是做了一个在时装周的发表会叫 Playground， 然后那搭配我们的不管是官网啊，然后我们的IG， 然后社群，然后还有很多 KOL 的帮忙，然后就整个案子就这样展开的。这样我们在 Playground 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学生，就是他这就是当时真的还是学生的小算是小朋友吗？高中生们年轻人，就是穿着这套制服，然后可以看到它真的就是落在人们身上，不是只是一个设计稿的时候，其实感觉蛮好的。而且除了找学生模特进来帮我们走秀之外，我们也邀请了高中生的乐团还有舞蹈者，舞蹈社，然后帮我们在前面做开场表演。其实就是完全从学生的角度去出发，然后希望让这件制服可以真的走进校园，让平权这件事情可能从校园就开始发生，这样子。因为像所有的 lookbook， 然后参与走秀的这些里面所谓的model， 然后我们都有坚持，就是一定要是真实的学生，而且是形形色色的学生。对，所以在挑高中生、大学生，在挑 model 的时候，也经过了一连串的挑战、海选，看照片，然后慢慢看。其实我觉得还因为其实是资源的关系啊，我们没有办法说真的办海选或干嘛。
而是变成说，就我们的团队就是在 IG 上面一个一个敲，就是说，哎，觉得这个年轻人很酷，谁很酷，然后就直接去敲他们，然后就他们可能都是校园红人，然后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一开始找的一批，其实我们还有跟一个摄影师合作，他也是很有名的国际时尚杂志摄影师，叫钟林。钟林。那其实我们一开始挑的第一批，大概挑了100个学生吧，他全部都不行。他都不喜欢，然后所以我们就开始很真的是茫然的去找，因为他其实像我们也在调整当中，说到底要找很有特色的学生，还他其实是很素人感，是真的你身边当中会遇到的学生。那其实我们希望可以兼顾这个多样性，我们也不想要这个人他看起来就是 model 而已，我们希望他是真的相信这件事情，然后来一起帮我们做走秀。然后所以后来才会找到朋友的朋友、家人的朋友等等的，谁认识了一个什么，然后他们因为现在学生们都有很多小账，然后想办法联系上。对，因为我觉得那个钟林的他的要求跟他的条件，我觉得不是专业或是好不好看，或是model 样板，他就是他想要的拍的东西的是要有个性，然后要有个人鲜明的特色。的学生这样，然后那所以后来我觉得最后找出来的这些学生真的都很棒，因为这些小朋友他们也都是无偿的来帮忙，然后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很认同这个理念，他们要帮忙把这件事情去宣扬表态出去啊。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就是很敢呈现自己，很敢秀自己，然后像比如说我身上穿的这一件，他其中有一个学生忘记他的名字，好像是他是复兴高中的好像是戏剧科还是表演科的，然后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因为Angus 也在现场嘛， Angus 就是会就设计师会去等于是建议说，哎，你们可以这个可以怎么穿搭，这个可以怎么穿搭，然后摄影师会这样，然后那个学生他就坚持他这一件，那其实我们在 look 那个所有的示范穿搭里，并没有那个穿法，就是这一件要直接什么都不搭，直接让上身是裸的，对，然后这个都要露出来，然后还露出一点腰，然后再接裤子这样。他说他要这样穿，然后我们在旁边说，哎，这样穿适合吗？你就问设计师，因为设计师设计的衣服嘛，他有他可能他需要的一些坚持或者，然后。那个 Angus， 因为 Angus 也是很酷，也是很崇尚自由，说 OK 啊，他喜欢这样穿就让他这样穿，所以他们就是穿出自己的样子，然后让为这个衣服这套衣服做更多元的诠释吧。其实那些学生在跟他们不管是相处啊、访谈啊、拍摄啊，反正整个过程你都会觉得哇，这些台湾的年轻人好可爱哦、喔，然后还有态度、喔，而且他们好勇敢哦、喔，他们愿意为了这个他们觉得对的事情，然后站到镁光灯前面去表态这一切，这样，对啊。男生穿裤，女生穿裙，谁说的？这是一群高中生挑战既定规则的故事。男同学穿上裙子，打破性别限制。为了让男生女生都能有自己最自在的穿着 ，Project Uniform 无限制服计划诞生，由 Vogue 和设计师 Angus Zhang 联合推出，史上第一套中性制服，不分男生女生，献给所有学生。全系列制服在台北时装周发表，让全世界开始走向无限。就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其实要怎么穿都没有怎样的限制，所以希望有更多学校可以一起加入我们。无限制服其实不管在台湾或是在国际都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全台湾的中学生都能在官网制作自己学校的无限制服。学生圈最具影响力的乐团穿上无限制服，高人气数位政委唐凤也被征服，更登上教科书，成为性别平权的教材。
超过200则国内外媒体报道，来自各领域的名人、网红、明星无限响应，分享的行列里居然还有五月天阿信。无论性别，每个人都能自由选择想要的样子，还有什么能限制我们？因为我觉得我们面向的，就是说我们看似啦，我们诉求的对象是学生，是年轻人，但其实是透过这些学生的参与跟对话，然后那最终的最终其实是对整个社会发声。但是我觉得那一个看起来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种阻力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创意跟设计的力量它注入了这个议题，以至于这件事情看起来是这么的青春，这么的有活力，这么的有生命力，然后它里头有不管是艺术设计的这种价值跟能量在里头，于是人们在看这个整个案子的时候，它不像一场好像比如说对一群我们号召一群学生，然后走到街头去抗议，然后举牌啊，性别平权，然后我们要干嘛要干嘛，它不是，它其实是用一种很轻盈的方式，透过创意，透过设计，透过事件，透过学生的参与，然后透过时尚的这种感受，然后去有点举重若轻的去谈这个性别平权的议题，然后但是他谈的事情其实很重欸。我说那个重是说，我们就是回到那个性别平权的最最最根本，就是说他要从校园做起，而且从校园做起，他不是从课本做起，他是从你每天学生的穿着做起，就是我们都没有去思考这件事。当我们在讲性别平权，台湾是相对性别平权开放的国家，可是我们在制服上却还是去限制，去做了一个刻板的印象。那比方说像我们在讲那个叶永志同学好了，那在他那个年代，也不要说他那个年代，even是现在，那他如果要有一个他想要穿的样子，然后每天上学，他其实是没有选择的。对啊，那我们就在说，如果那叶永志如果他还在世，然后他是国中的时候离开的，然后他如果能够进入高中，然后那他应该就是会选择有无限制服的那所高中，然后他就可以穿上这样子的制服。那说我说我们讲这整件事情，像even像我讲到叶永志，那是一个悲伤的事情，或者说我们讲到性别平权抗议，那是一个很沉重的事情，可是它全部都被设计跟创意的力量，然后年轻人的这种投入去表态，然后让这件事情是，甚至我们的发表会叫 Playground 嘛，它就很像，就是像一个嘉年华，然后去传递了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来自学生不会有什么什么反作用力，是因为年轻的族群都比我们起码比我这个年纪的人更完全的拥抱这件事情，然后那我们大家一起透过这个力量去对社会表态的时候，那整个社会也都真的很就是很能接受。那从这里面就是看到创意的力量。对，想要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有经营 IG， 那其实在经营 Instagram 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有先预设好可能会有一些讯息，慢慢的讯息或是不认同的讯息进来，结果完全没有这样子的东西。那我觉得就像我们这个名字叫做无限制服一样，我们一开始在代称这个计划的时候可能讲的是中性制服，就是他就是更明白的在讲我们这个概念，但我们最后转化出来的语言其实是每个人都可以无所限制的做自己，不会有人去反对拥抱自己真正的样子。那我们在用这样的语言的时候，然后再搭配上不管是游乐场的概念或是走秀的概念，青春的概念，其实不管每一件衣服大家都其实可以穿出自己喜欢的样子，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会刺伤别人的地方或让人家觉得很冒犯的地方，所以这也可能是我们没有遇到什么阻碍的一个关系。我们要做的并不是把所有人都变成中性的样子，而是告诉你其实你是无限制的，你是可以呈现各式各样你喜欢的面貌。然后像刚刚讲到，我们除了在 Instagram 上面跟就是
不管是一般的大众或是学生们有些互动。其实当网站在线上的时候，我们是有开放大家来申请，就是虽然我们一开始的能力我们做到的是这一套制服，但是你可以来为你的学校申请，你可以申请说哎，哪一间学校我也想要，然后我们其实花了很多很多的力气在实现他们的愿望。工人智慧，对对，工人智慧，就是你只要许愿，我们的公司的 art 就帮你把它，你属于你学校的那一件设计出来。就像我们现在全身是纯白的，那其实我们的像这边其实是从那个校徽的字眼里面去，板中的校徽，对对，板中的校徽里面去汲取它的那个字母，然后去做成这个 pattern。那我们后来在收到非常非常多学校的申请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比如说假设北一女好了，它可能是招牌是绿色配黑色的，我们把那样子的颜色，或者是有些学校它可能是有千鸟纹，或者是它可能学校周边有一些特色，或像熊女它可能是有那个红色三杠，我们把那些元素设计到那件制服里面，不管你是什么模样，你还是可以保有自己的特色，但你同时也可以做自己。总共100多所学校来申请，然后我们都有回复，都有实现他们的愿望。到等于是我上去我看哎、欸、有没有我的北中南，我有没有我的学校，然后我学校风格的这套无限制服是什么模样、嗯、没有，那我就寄信给你，然后我们就、嗯、我们就会很辛苦的去实现它。那他来申请，他就可以得到一个他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属于他们学校的新的 logo， 对，在无限制服框架下面的 pattern, 架构下面的 pattern， 然后跟属于他们 的制服，这样颜色配色色彩 的制服。然后那我们希望啦，就是说因为我们其实是版型是开放的、哦、就是说他可以拿着这个设计稿，就是我们帮他做的这个设计稿，他们其实学校是可以自己拿去外面去做定制的。这样设计师其实是就是我觉得超大方的，对啊，那个东西直接是在线上，就是说他除了设计无偿之外，就整个设计的概念他把它变成一个平台，然后是可以开放出去。那刚刚补充说就像志德跟瑞亚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就前面在讲那个就是说性别平权这件事情，然后没有遇到很大反作用力，还有一个原因是但我们在前我们整个在讯息在定调上的时候，我们也不把它这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不把它这么 focus 在性别平权这件事情、嗯、而是一种自由平等的态度跟价值观。那性别平权你讲到最后它的最终极限的本质其实是在讲生而为人的自由、嗯、然后跟平等，不管你是什么性别，那性别只是其中的一个议题。那我觉得这一块我们也是有抓到，比方说为什么它最后不叫中性制服而叫无限制服、嗯、我们就是希望性别的这个颜色跟字眼在里头也可以被降低一点，这样。对，因为制服无限制服在可能创意节今年是得了两只狮子，那就是现场看到那银色那一只呢，就是design 类别设计类别的，然后铜狮这一只是那个 experience and activation， 就是两个不同的类别这样。那坦白讲就是能得坎城其实就是殊荣啦，然后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很开心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两个类别就是对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这两个类别对我们公司或是对我来讲就意义很大。那第一件事情是设计类别，这样因为像澳美 Global 我们之前的 Global 的 CCO 谭凯敏，然后呢凯敏他就讲过一件事，他说广告的未来在设计，就是你所有东西的设计力跟那个look and feel， 它其实是作为一个广告的不管是创意跟质感，它是一个很高的指标。那我们台湾的东西在过往在坎城，我们常常会在坎城演讲的东西啦，我们通常都是一些可能比较有我们文化情怀，
的影片啊或是故事那样的东西，那在设计类我觉得可以拿到这个奖，我觉得是就是一种指标吧，是一种肯定。那也的确是说，我觉得无限制服的这个它其实结合了不管是澳美的不管是艺术指导啊创意啊设计的能量，然后那我们其实找了等于就是台湾顶尖的就是国际级能力的服装设计师进来，然后参与这整个不只是制服，还有整个识别系统的设计操刀，然后跟还有我们香港澳美那边有一个南非籍的有一个也是艺术指导一个创意在里面，然后一起帮忙，然后最后产出的这个东西就是它的视觉的这种专业，然后国际感，然后还有那个时代感，整件事情，然后最后得到那个设计类，我觉得这件事是蛮有特别意义的。然后那另外一件事就是那个experience and activation， 这样，那以前叫 promote and activation，然后这个项目就我们以前很爱报，就是那时候 promote and activation 的时候一直报，然后每一年都杠归啦。然后那我说，因为什么会一直报，就是说因为它的promote and activation 现在叫 experience and activation， 它其实它的定义的范围很宽，所以你大概你只要不是做影片啊，然后你是做 campaign 或 project， 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报到这个项目里。那报进去之后，当然还有再看适不适合，或是你创意好不好，然后最后有没有得奖。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常年来应该不只是我们公司吧，台湾很多公司很多人都在报这个 promote activation， 然后今年就是无限制服的第二个讲座是在这个项目，那对我来讲也是有点好像得偿所愿的感觉，这样，对啊。我们大家有一起就是开一个线上，然后就看到每个人的脸在那格子里面，然后就是播到所以他就哦，然后一起举杯，对，然后大概两秒钟就会下一个奖，对，然后又看，你刚刚有截到图吗？很紧张。其实坎城现场的颁奖也是嘛，像那个银奖铜奖大概就是被念到带过，然后只有金奖才能上台领奖，而且在颁奖典礼现场是也没有得奖感言的，他就是下离开之后才有采访啊，采访他也不限金奖啦，银奖铜奖也有可能被采访，所以他这一次线上也是大概这个模式，但是我觉得很怎么讲，算是因为去年的坎城是应该算是停办或是延办，然后今年是两年的等于是你是跟全世界最好的两年的这个周期的创意大家在 PK， 然后在这里面去赢奖，然后那因为它是线上，然后呢据说明年应该如果疫情没有问题的话应该不会线上，所以明年应该就可能就不会有线上了，所以这一个在线上领奖的经验我觉得也是就是对啊，应该是有可能有搞不好可能是有史以来就唯一的一次。三一其实三一大概在澳美，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案子主要在澳美它不是一个某一个创意 team， 而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三一 team， 就是集结了我们整个创意部不同team 里头，然后在31岁以下的年轻人这样。那当时我们成立这个所谓的三一，其实就是要给创意部的老人一点教训，没有啦，就是给大家一些没有开玩笑啦，给大家一些刺激啦，就是说让年轻人有一个自己发挥的舞台。因为其实做创意的人，大家都是很勇敢，然后很想要表达自己的东西，可是虽然广告公司已经是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然后呢，但是难免都还是会有长官啊官僚啊 CD 啊或者什么，那年轻人真正他可以自己做主可以自己发挥的创意的舞台他到底在哪里这样，然后他有没有可能透过一个组织啊或是一个制度让他可以固定经常的发生。后来那时候我们就决定要弄一个这个
所谓的三一这个团队，三一也是后来命名的。我们这个三一比较像代号，我们的是三一是在澳门里头代号，但是现在好像各大广告公司坊间都讲我们是三一三一三，它其实它最早叫 Young Ranger 就是那个游击队啊，哦，就 Young Ranger。然后呢，那只是三一是它的年龄的限制，就是说未满三一这样。那 Young Ranger， 然后我们里头的队长，他就是他们两位不是队长，那里头的现在队长是另外一位。那他的队长其实是轮班制的，就是所有三一里头 Young Ranger 里面最老的那个就是队长，未满三一最老的那个就是队长。然后呢，谁是副队长？就是最小那个，哦，就是可能22岁，最小这22岁大学刚毕业来澳美上班，他可能就是队长。然后呢，轮班制是为什么？就是这个队长他只要满31的那一天，他生日的那一天，他就退休了，哦，大家就欢送他。然后呢，他有一个，我们有一个信物是一把刺刀，游击队的刺刀，很恐怖的刺刀，真的很锋利。他就要把这个刺刀传给第二老的那个，所以中间也有发生过，有某任队长好像只做2个月就退休了，因为他传下去，哎，2个月他就满三一了，差一点点，对 对差一点点。然后年轻的那个也是副队长，副队长是一旦有新人进来比他还年轻，那副队长就退休了，然后就等着以后有一天如果留在澳美，他就会有一天还可以当队长这样。然后那三一在做的事情，其实我们一开始本来希望是说，但我们有一些是做，我们希望是做一些本质上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其实都很想要对很多的社会议题有一些贡献，或是有一些态度的展现，然后或是让创意的能量可以做在对社会啊，对人对世界有帮助的一些事情上面。那这些事情不见得在我们日常的所谓商业广告的工作里头，在每一个案子里头有机会发生，所以我们就会我们公司就会去找一些有这样可能性的一些project 或是标的或是客户，然后或是议题，然后呢，然后让三一的同学进来，然后投入，然后我们在里面想 idea， 然后一起去创造。那我们一开始本来还有想过，就是说三一这个团队除了我们前述讲的这些之外，我们还可以就是真的像游击队，他可以去攻击，就是公司里面别的组的 brief， 就是说啊，他知道这边有一个，比如说全联有一个什么 brief， 比如说 IKEA 有一个什么 brief， 然后三一就可以拿一样的 brief， 然后去提 idea 跟他们 PK。好，那后来呢，就是有人就表示说，这样子好像不大好，这样会造成公司内部这种，然后就是那个叫做就是资深的人与 junior 人之间的这种冲突，内部的角力，他就觉得说，后来我们就 focus 在我刚前面讲的事情，就是如何用创意的力量，然后去做对这个社会很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呢，然后让这一些年轻的创意人，他的创意能量可以找到一个出口，然后让他们有一个舞台是他们自己做主的。因为里头没有 CD 啊，没有长官，就大家一起，然后一起想 idea。那比如说我的加入，像这一次的这个无限制服的案例，或者我们现在手上还有一些别的案例在进行，那案子在进行，那就是说我们会上一个就是资深的合适的就是创意人员就应该是创意主管，然后进来，那他进来的角色不是说当这些人的老板，而是进来就是说有点像那个导师就是跟这些年轻人一起，然后帮助他们，然后让就是我们前述讲的那个是主要就是说他们怎么样可以发挥，然后怎么样可以做自己，然后去展现这个创意，然后那这个资深的主管在里头，他就是做这个导师协助的角色这样。所以大概是这样，然后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三一也做了一些蛮有趣的
案子。那当然最被大家知道就是这个Uniform 无线制服，然后也开始有听到一些，就说哎、欸，等一下可以问一下他们，就说我们三一的成员其实是对能够有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创作的机会啊，就是说哎、欸，不管其实每一个人都很忙，平常工作都超忙，可是好像到了三一的工作，然后三一的事情的时候，那个忙跟那个累好像被忘记，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就是人好像有两个时间，两个心脏，两个胃，反正三一就是另外一个，然后在这边好像就是完全又是满血补血的状态。那我是有感受到这些年轻同事在这边的那种热情、热血跟兴奋，但某个程度也是还是会有一些怎么讲，还是会有一些心疼的、啊，因为实际的大家日常的工作也在那边，你不会因为我要做三一的工作而日常工作的减少，那所以等于是真的就是蜡烛两头烧，只是这边可能这个热情在烧的时候，那个柴火跟那个油，我觉得是因为有意义嘛，所以那个柴火跟那个油就很旺。那我后来也是会听到一些这个行业里头别的广告公司的年轻人，就是说哦，很想要来澳美啊，因为想要来干嘛？就想要来加入三一，而不是来澳美工作，或者说不是要去哪一个厅，而说因为去澳美可以三一这样，可以去三一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后，到目前为止这个发展，我觉得还蛮好的。对，我觉得就是大中刚刚讲到的那些自由，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在里面的我们其实经验值都还没有那么高，然后但里面很酷的地方就是我可以从很多的，因为可能我在原本的组里面我不会有这么多的同侪，然后在三一里面我会有很多同辈的人，等于是我们可以都用还有点菜的方式互相学习，然后我甚至可以知道比如说我跟瑞亚本来在不同的 team， 然后不同的组之间你们是自己原本是怎么 work 的，然后我们的讨论方式，然后我们的产生想法的方式都会不一样。所以我其实我觉得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很累很可怕，可是我其实很喜欢。然后像刚刚大中讲到的，就是在我们公司以外的，我确实真的有遇到，就是以前实习遇过的朋友，然后有我那个时候就是好累哦，然后我可能就发了很负面的限动，然后但是他跟我说他觉得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很酷，然后甚至他可能觉得有点羡慕，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对耶，这其实是一个我很难得可以珍惜起来的东西。然后后来我有在一些场合跟机会，然后可能有快毕业的，就是像实习生或者是那时候有一些同学来公司参访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分享三一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跟他们说哦，广告公司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累啦，或是什么的。可是我可以跟他们说，很累的时候，你还是会，你会累得很有价值，就是对自己感到很开心，而且在这个机会里面也会接触到，比如说我可能本来不太有机会跟大中过文案，但是我在制服的时候就花了很长的时间跟大中过文案，然后还单就是拖累了很多，就是跟业务说对不起，我文案还没有过，你可能要再给我一点点时间，我要再调整一下，因为我过得很慢。大中的那个标准可能跟我原本习惯的标准不一样，然后在那个过程里面会得到很多经验值。然后如果可以从两个方向分享，一个是作品部分，平常的工作可能真的是广告或是行销的意念上比较多，但三一真的很多案子其实是在做我们自己有兴趣或真的相信的事情，然后我们可以用自己，因为通常也没有太多预算啦，所以我们也会用自己的手真的把那些视觉作品不管还是文案都把它推出去，在第一线就推出去，而没有受到很多客户中期的意念或是想法的干扰。然后再来第二点，我觉得三一很棒的地方，就是像刚子的提到的，就是人这一块，就是不管是其实22岁的创意跟30岁的创意之间还是会有一定的区别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是前辈制。在我们原本的组别当中，我们还是会我们老板我们资深的人员，那他很可能对我来说太高了，
但是当你看到一个像中层的一个阶梯，你可以看到原来大概我现在下一步的追求可以到那边，然后他会帮我演示出来，其实我也可以做得到的程度，那就觉得其实不管每个人都有各式各样的想法，然后前辈也有各式各样的人，那其实可以跟他们学习是很开心的，然后也可以看到不同的年轻创意大家的想法跟提案的方式，可能原本如果就可能两三种的话，在三亿里面就可以看到十种以上，因为很多人在这个团体里面，那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个体。我觉得我补充一个，就是说像三一，我觉得我们找到一个方法，就是说，其实所谓比如说公司里头，假设要 run 就是所谓junior people 的像那种我们像次团的次级团体，然后作为好像一个新人整个发展培育的这个过程，可是都也时有耳闻，可能不同的公司啊，甚至国外的澳美也都有。可是，能够像我们这样，我们大概三亿已经 run 了五年有了，然后那整个它可以这样 run 下去，我觉得在于我们找到了一个，也是在过程中摸索，我们找到一个核心的价值观跟意义，就是说哦，我们要让年轻人的创意可以运用在对的社会意义的事情上，我觉得这一个价值观，然后我们有把持住。当然，我们中间也有出错，我们中间也有去三一去比了一个商业比稿，然后在里面就是整个就是人仰马翻，惨不忍睹。后来我们就这个其实不应该，三一以后不应该要做这样的事情，它在出错，在调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用了一个，刚听起来很像开玩笑，但是它是一个就是很简单，可是可以让这个组织延续下去的一个制度，就是谁是队长，然后谁是副队长，然后都会自然的产生跟生成，然后那大家就自然 take 起那个责任，当然有很棒的这些年轻的同事，然后一起去完成这些事情。然后另外我要讲说，像刚刚都有提到，是我讲那个社会意义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以广告公司啊，或者说常常会有人觉得说啊，你们弄那些东西啊，或者说你们是弄那个三一，是不是要用这个来得奖，然后来去赢得一些创意的成绩？但其实我们完全没有这样想。像我们一开始在做 Unifone 的时候，或甚至我们现在我们今年目前正在执行的东西，我尤其是今年东西，我记得我们最简单，我们还讲说这个东西会不会得奖，然后我们大家一致都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可能不会得奖的。但是我们要不要做？我们要做，因为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所以三一的存在，它并不是为了所谓创意成绩或创意奖项，而是我们有真的想要去做一些好的事情，用创意力。然后那最后，比如说啊，大家看到前面这两个讲座，它就是自然而来的东西，这样对。下一步。其实就是说无限制服它有它的一个就是我们原本在执行这件事情，它本来就有它的限制。那我们其实做了一个所谓的限制是因为它必须投注我们集团跟那个Vogue 那边的资源。那其实我们是很难，就是说它用长时间的今年的资源去投注它。那但是前面讲到，就是说无限制服的就是说这个 idea 它等于是我们去创造了一个可以共享的平台。那这个平台呢，它的就是说包括制服版型的设计，然后我们在网络上其实是开放所有的学校，你都可以来要求就是说索取属于你学校的设计。那本来我们想要往下做的事情是，就是会再开放学校，然后就你的这个设计稿，然后我们来帮你就是接单，然后帮你找就是生产这个制服的工厂，然后去把无限制服做生产，这真的是大量的生产。而这个量化的生产是在不同学校，就是只要你学校不管是学生或者是校方来申请，那这一套设计就是无偿的。当然实际你去生产打板制作的那个材料，这些费用还是学校要支付。
可是整个就设计的部分，然后跟帮你媒合到生产的厂商，这些就是我们是完全不要收费的。那这个是我们在我们的官网上面有写，就是说学校是可以来找我们，我们会跟设计师一起，然后帮助这个学校去完成这个制服的生产。那这是一块，然后另外一块就是说制服的不管是 IG 跟官网现在还留着啊，尤其是官网上那个要求，就是说索取你学校制服的设计这件事情，它也是还在继续，而这个继续的或者是说它原本发生的跟未来继续往下，它这个继续的概念就是说，所谓的无限制服，它我们曾经有一个想象，就是说开始有一所学校、两所学校、三所学校，后来好多所学校都穿上这套制服，但是其实它还是一个形式上的东西。那它其实真正的影响力还是在于这套制服本身，它你透过 lookbook， 透过这整个事件，然后看到这样的概念，而这个性别平权的这个价值观啊，在你心中，这个多元、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在你心中，然后有一个发酵，有一个展开，那我觉得这个就对我们来讲就是无限制服的后续了，就说它留下了什么东西，然后让人们去再往下做开展。那其他当然有很多计划，就我们不确定，因为资源的问题，我们不确定能不能实现。比方说，就他穿的那件那个同款帅西外，就是非常多人的梦幻艺品，就很想要解锁那一件啊。所以我们也有在思考说，也许在周年的时候，我们再上到那个可能募资平台，然后用募资的方式，然后比如说来可能在限量。就是生产500件，或是这个什么外套，就很多人想要把这些事情解锁打开。啊，这个解锁打开不是只是生产而已，也都是再让无限制服的这个概念跟理念，等于再 remind 人们一次这样。我现场有一些，就是走秀当天，那个实在是太吓人了，就是因为其实就是小朋友大家都很坚强啦，是没有到可能有暗夜。落泪可能不知道，但是因为走秀，后来这些，因为它时间很长，当然很辛苦。然后到我们在那个发表会的那一天，然后奥美跟 Vogue 比较像是媒体，然后还有提供那个台北时装周的场地跟机会，然后给我们一些建议。然后那主要就是我们跟设计师 Angus 要完成。然后 Angus 找了也是伊林那边就是协助的秀导，也是无偿进来协助的秀导。然后我们是动员我们公司所有的一大堆，就是包括31的 team， 还有业务团队什么，然后去要完成一个时装秀。那这个完全不是超出我们对啊奥美的专业跟我们经验里头的事情。然后那而且我们合作的人。我们是要帮 Angus 完成他的秀，就我们跟一些超专业的人做一些。那 Angus 是国际知名的设计师，他是走巴黎时装周的，所以他对秀的要求有多高。然后我们就是要去 fulfill 中间所有的事情，那个过程是蛮痛苦。然后尤其是这些年轻的团队，然后或是跟 Angus 团队接口的，然后一直到。然后，而且我们用的不管是秀场的布置什么，都是用我们广告圈的资源。我记得还有什么一罐油漆颜色差了一点点，对对对，色票对。然后那个哎，那间叫什么啊？怎么会忘记名字？方米就是我们常合作的活动公司，然后他们来帮我们做，也是算是友情赞助，收很低的成本价，然后帮我们做。秀场的布置啊，然后干嘛，然后那所以整件事情就是压力很大，然后都是动员我们公司所有的人，然后再做我们不是说我们能力不及，就是我们根本完全不会的事情，可是我们要把它做到符合国际时装设计师的要求。然后最后两场秀走完的时候，一走完真的走完了，哦，我们终于做到了，然后你就看到我们的业务伙伴们就是爆哭，最跟 Angus 团队最贴身联系什么的，就他们大概三个还是四个吧，
现场飙泪，然后就是跟那个 Angus 抱在一起，然后这样，然后在旁边有说真的好可怜哦，真的太辛苦，然后我就在旁边拍照片，而且是那个哭到是那种很像漫画眼泪喷出来的那种，是真的觉得压力很大。那他们的话可能就是在夜里哭啦。对，我们是躲起来的。我们好像压力没有，就是我们压力是平均分摊的哦，但是可能业务伙伴他们是那一整个很密集的东西，然后他们可能还在现场刷油漆，对，然后东西要出不来了，他们真的是蛮、他们承担的东西其实超级厉害，就是要完成这个案子有各方面的专业人士还有我们各方面的不同类型的伙伴在里面一起。那个秀现场几十个学生，将近100个，因为还有表演团体、然后对啊，而且筹备的时间然后跟资源真的非常非常辛苦，对啊。讲到这个我就想说，就是我们得奖的那个时候啊，就我觉得很不真实，就是那个、这个东西离我很远，然后我就好像是跟就是当时的队长就是私聊，我就跟他说，当时队长是志远，跟王彤，王彤，然后我就说，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我不敢，我有点不敢说，就是我得了一个什么奖，因为我觉得就像 Ria 刚刚讲的，那个是所有人一起分摊的，然后我可能是里面的就是十几分之一，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可是他也是这样子觉得，然后我就想说，哦，怎么会这样？连队长都这样想。然后回过头你再看，就发现，对，我们确实其实可能每个人心里都有这个感觉，可是我们就是靠那个几十分之一全部加起来，而且每一个部分其实都很重要，都不能或缺的，对啊，然后才有办法变成后来的那个样子。就是每次在填 credit list 的时候，大概都是要填30个到50个人，其实那个你就发现有多少人付出力量在这个案子里面。因为它展开太宽了啦，了我们还做滤镜，做什么？对啊，牵连的活动，然后公关，而且甚至你知道那个 playground 那个发表秀的时候啊，现场有一个画面超感人，我就有拍到照片，就是因为我们撤场的时候，我们就要大家帮忙搬椅子，然后搬上那个发明的车子，早上我们就要去搬椅子嘛，帮忙搬椅子去布置客桌椅。去布置那个会场，然后讲到这个，就要感谢那个什么永春高中送我们就是送我们一大堆课桌椅，然后让我们可以布置那个会场，然后而且还说叫我们不要还的，后来像澳门现在一大堆课桌椅留在公司，大家这样利用，然后我说我们在最后在收场搬椅子搬道具的时候，就赫然发现看到一个身影，就是我们集团总经理就是吕丰宇陆，对啊，你看陆老先生呢，跟我们一起搬椅子，对啊，搬着一个椅子在旁边这样，我说陆云你来搬，我就帮他拍一张照片，就是整个公司整个集团为对于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热情参与的，